你没有试用看看试用看看 Britannia 那个东西吗？你说哪一个？闪光？哪一个？就是我之前说那个移山倒海法术啊。你说弄出一个漂浮岛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因为后来我那时候就是有了，已经弄好了，所以就没在那边碰。我们看啊，那个会比较好看吧？移山倒海。你可以先用一个，然后到其他地方试用看看，或者是我直接从创造模式拿一个让你看，也是可以啊。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搞不好做得出来。我看一下的名字啊，S H R D 不是这个。哇，你就直接记名字嘞？我是用英文会比较好找。这个。对哦。然后它这个可以升级，让它范围更大。艾普拉碎片，就是一直拿盖亚之魂去升级。哦，这个要海晶石了，所以我做不出来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去找深海守卫嘛？对啊，我们一直都没有攻破这个东西耶。是哦，每次都会讲说就是缺这个，可是都是没有攻破。那我今天尝试去找找看好了，只是我要跑图就是了。哦，很远呢，很远啊！我们自己也那个过了，到处乱跑过了，一直都找不到，连个海儿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是沙漠。我自己 intangible 模组，我想我已经玩完了啦，所以今天可能要去找其他的事情来做。好吧，我们杀一下那个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么强，我都还有两格血，不是两排血量。啊，没有一个好好的怪物让我打。Ender Core， 跑兔兔，跑不出来啊！我现在四周一片黑暗，命啊！等他。哦，好像到了、欸。嗯，我还在魔法森林那边乱晃。这左上角，我真的在乱晃哎、欸。有石油跑出来的图很丑，我也看到石油了，看到石油了，蛮快的、啊。耶、yeah. ，往这边走。海底遗迹是很不常见吗？这种东西？这整个麦块里面算比较稀有吧，可是有的时候会连续好几个在附近。对啊，不会像我们这么衰啊！哦，这一片怎么那么绿啊？有石油喷泉了、啊哦，绿的地形哦，很绿。那个树是哦，那个叫什么树？银树的区域啊，魔法森林。好、啊哦、好喜欢这个绿哦，舒服啊！而且是在，哎呦，它是纯粹的岛屿、欸。我看到海底遗迹了，找到了。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真假的，是油，是油，是油。我来看你在哪里。没有，你不在我的地图范围上。啊，是哦。难怪，哦、那就是真的我找不到。我来，先几个点。梦哦 ，C。去插旗吧，我去把这银树岛给逛完，然后再穿过去。可是我没有水下夜视，已经好黑暗哦。我是不是要带什么药水、啊？还是我可以用闪光给你，应该可以吧？闪光？可是那只是我在水底下点灯而已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应该好一点吧？啊，不用，我去回去用赛做个夜视的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就顺便帮我做。刚发现海底遗迹，所以要做这个放回去，这个放回去。不过那个地图档是存在本机，所以位置其实都找得到。先回家。也传到盖亚这边。Carrot。所以哦，这边。这边你还没给我药水吗？我才刚发现而已啊！慢慢的，一二
好，意外一，那我要整理一下马纳以及我的枪枪要重弄。那马纳，哇，瞬间少了好一大堆耶，用这么多、啊。I got program，没有关系，我有准备。我准备马纳满载着马纳之戒在我的备用包包里。马纳之戒，你的戒指是泰拉版吗？对啊对啊，你要吗？泰拉版也用这么快哦？对啊，我现在有四个人，好爽啊！我自己也是用泰拉版啊，可是从来都没用光过、欸。对啊，假的。因为我刚刚狂用那个脉冲枪，所以直接消耗超多吧。脉冲枪，可是脉冲枪只是放光线，应该不会消耗多少啊。我是用那个挖掘啦。哦、不知道用多少。啊，不然就是可能我一直使用那个戒指的关系。那什么戒啊？神戒，用这个名字，不知道会不会消耗玛纳。Water breath， 一分钟。好，接下来做药水。脉冲枪，哪些要弄的呢？气。哦，那泰拉粉碎者就不需要了。有枪枪，去拿。还有弹幕法杖也可以用，那应该还好。这种花带的，虽然说应该不会被黑化，哇、哦，忘记名字。然后枪枪应该不会被凋零，不过以防万一还是带着。这怎么是空的？奇怪，他没吸到吗？意思带什么东西嘞？啊，王之财宝，带来没什么用，没什么用。好啦，我准备好啦，我先过去了。好。这是先把你有大只抓起来。你抓完之后，我就可以安心的杀他们了吧？对不对？应该是吧。你有捡到呼吸药水吗？不是那个夜视药水。有。嗯，留给我的。所以我只要，我也不用管呼吸的问题。对，魔力要够就行了。四个戒指再跟我说不够，我就放弃了。Can keep up， 冲啦！1000多公尺。Can keep up， 可惜下个是没有见证我们杀怪的攻略的那个瞬间啊！我看到守卫在屠杀那些乌贼，这脸呢，蛮远的，这蛮远的，还有一半距离。乱弹到了，好吗？我陷阱来了 ！I'm come back。好，直接喝，直接给他啊！等一下，忘记带，白痴哦，忘记带那个挖掘透镜啊！回来，回房。还在那个吗？在那个，还在那个。大致在哪里啊？是在雷哥，哎呦！是在雷哥，我又被吓咒了。看到大只，悄悄了，揍他！哎呦，大只，我抓起来了，80滴血的。有，哎呦，不要咬我，然后就可以凌虐他了。好，枪准备好了，再飞一次。1300、200多的公尺，远啊！
我看看有没有路可以到上面去。你刚是怎么到上面去的？有我吗？直接挖穿啊！哦，我没有走入口啊，我直接从这上方穿下去。哦，因为我也懒得走入口，我觉得太难了。好像有路，可是不好找。那我就可以大开杀戒了吧？大致我可以杀掉了吧？现在，哎，乱杀吧。太好了，就等你这句话。好啦，枪枪准备好啦。刚刚那个有点尴尬，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杀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 ID 了。Pew。再度挖船。哎呦，被吓走了。大致真的、哦。你还是被吓走，代表还有第三只。对啊。我刚抓了两只，还有应该还有第三只。哦，那第三只你要抓吗？那应该可以打掉啦、啊、我抓两只应该够吧。我搞我的那什么东西啊？弹幕法杖在室内没有用。哦。可恶。中间有黄金砖。有。超级不知道干嘛，但是挖吧。哎、欸，这箱子中西不一样哎、欸，真神奇。哦。然后 server 重新载入之后，那个宝物箱子东西不一样。没有，那宝有个箱子里面东西不一样。什么箱子？啊，重新生成。我要先把你们这边挖穿。不爽，一直被揍。我一直听到连线的声音。海晶石可以透过刷怪取得吗？好像一直打这些守卫就会掉吧。当然我們，海灵石，海灵石，我们也可以透过开挖矿机方式把这个地方整个挖掉。对啊，我现在要直接打到一堆，不行，我要从上面挖个洞口出来，不然我的武器没得用。哦，我看到你啊！哎呀！在打，不要靠近我。我想知道第三只在哪里呢？呜、哦，跑到上面了。哇，按着右键人就会死，好爽啊！啊！别走啊！不要远离我嘛！真是的，欠打的家伙。Break O， 这真的很定喽。流血了，被偷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因为溺水的关系吗？可是我有戴戒指啊，奇怪。是否真的要把这边挖开了？欸、我找不到第三只在哪里、啊。反正我先要把天花板给拆了。你走到海绵房了吗？还没，我曾经有找到过。哎、欸，我找到第三只了。第二轮。是哦。把它抓起来了。好啦。哎呀，把你们家拆了、啊。所有的大守卫都被我抓走了。哎呦，海绵房在哪、啊？曾经我找到过的。都跑去哪了？我挖穿了，哎、欸，那好大哦！哦，走开啊！海绵房会不会是比较上面的地方？我记得蛮上面的，就我没挖几张就出来了，可是怎么现在找不到？我也来看看。你到时候可以再把海绵拿回来，然后把它们水洗干吧，抽走。哇，敲掉好多东西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海绵房了。哎、欸，直接出来了。对哦。哪里啊？就在隔壁而已。我在那个位置。
哎呦，被打了！我是打到你了。这个如果有伤害透进，应该更好用。哦，水下呼吸，要挖掉。如果我用，我有没有什么法术可以用啊？哎，我的洞，好歹玩的都是魔法模组啊，怎么可以没有法术可以用呢？是有啦，只是感觉用砍的还比较快。对啊，我好像也没这种法术哦。其实我都感觉我的武器都很科技化、啊。这个声音，这不是玛娜的声音吗？用这个打，在头上进不来啊！可恶！哎，要打三下。好吧，用砍的比较快。对啊，近距离还是比较快。把他们家都给拆了，可怜的家伙。也是快没喽。有28秒。超级差耶！所以我们现在 要挖什么回去啊？没有什么值得挖的吗？应该没有了吧？我黄金钻也挖了，海绵也挖了 ，BOSS 也抓了。接下来就是，如果能回去刷怪的话，就可以无限取得海灵石。好诶、欸！哎、欸，哦，我怎么被致盲了？吓死我！看错，夜视没啦。喂，深海守卫，多打一点啊，多打一点守卫，拿他们的晶体，然后我就可以做岛屿啦，我可以做有的没的啦。哦，乱晃。哦，怎么会爆炸？是你的吗？我用我的王之财宝。哎，王之财宝在水底下会乱飘。是哦。它随着水移动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啦，因为它王之财宝会跟着我们滑鼠游标看到的方块移动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前面的方块是水方块，所以它就会尝试打我们前面那一格水。哦，所以它就会乱飘，所以怪怪的。呀，怪怪的。啊，好痛啊！侧面被打到。啊，所以在水底下不能用。对啊，真的是重看不重用的神器耶！啊，我现在才想到我有透视啊，刚刚找 BOSS 的时候其实可以用。你可以透视？对，我有一招短距离透视，可以穿墙看到墙壁后面的生物。好爽的！啊，拿下魔导观测器，对这个这边，对这个地方乱戳好了，会有帮助吧？身上满了。哎哎哎！哇，好多屋子呀！太满啦，我要先回家了。哎呀哎呀，满啦！哇，完全学习不到东西耶，可恶！好吧，海绵，刷点晶体回来。给我晶体，7个而已，好少哦，可恶！啊。我看晶体 ，Guardian， 这 Guardian 先存起来好了，大致先存起来，先刷小。其实我也可以等你把那弄完就可以刷了，对吧、啊？那我要回去喽，拜！你们家老大被我们杀完喽。海底守卫在地表上应该不会受伤吧？不会，以之前玩怪物公司的经验，应该是不会。啊，活跳跳，装逼，活跳跳，装逼。现场可以直接赶快做一些之前没做的东西了。装逼，对，那时候堆好多，先去丢。海灵石有用吗？
多少会有用吧，反正就留着。现在海精神应该足够你做了，14个了，海灵碎片了，还有海灵晶体，我不知道用不用得到啊。还有暗海灵石，哎，酷，做个暗字感觉比较强。黑暗面。对啊。Rest Dawn。我有听到怪物在呻吟的声音。个脸啊，应该被抓。对，做一个，只是不晓得这个神怪砖要放在哪里。就是直接没用到几次。应该要设一个自动杀怪装置才行。自动化。对啊，因为做得到的吗？海底守卫不太好杀。Ender IO 是可以杀啦，只看要不要用用看其他模组的东西。昨天那也有啊，伤害特技装上去就有了。用那朵花伤害花。哎呀，也可以耶。啊。电晶体没了。啊，一直想要做的一个是透镜，可以插很多透镜的一个东西，玛纳灵镜，真想做它，现在做出来了，幻影平台 ，Spawner， 30等，蛮麻烦的，原来我拿出王之宝药，我没发现，啊。好，这个要做个3G的电晶体。我觉得垃圾堆不少，一个要丢进去，然后一个传电供电装置 ，dimensional capacitor， 一二。合金没了，继续来合成。丝还没有丢进去。嗯，到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哎，我生鱼一直没丢。现在很多鱼了。对呀，虽然说我不需要啦。我原本是有想说把之前桑克那个土丘挖掉，改成神怪专区啊。因为我不想要怎么做比较好。土丘改成神怪砖，对啊，没有我们神怪砖的土丘，哦，那边了。我们 Ender IO 的神怪砖还蛮多个的，也许对啊，要设个专区。可以，这是还没有。闪光好了，闪光哦，闪光，有种熟悉的感觉，有种熟悉的感觉，体悟心灵相合。欸，我现在都直接讲悟性强合，是的，体悟心灵祥和，简化四字，悟性祥和，万佛朝宗。因为我每次讲体悟心灵祥和，大家就会一直刷你的名字啊，就干脆直接叫你。哦，4个字比较好讲。对啊。体字体第一个字就不用喊了啊！哎，这个要放哪嘞？难道真的要把这个地方改造吗？也是可以的。没人。哦，这两个梦之物，玻璃。6个就好了。那灵镜终于做出来了。你等好久啊！啊！纸片的坟墓。拉普达，拉普达应该是天空之城没有错啊，只是大陆翻译可能跟台湾不一样。
拉普达就是浮空化天空之城的那个种族吗？的城哦，我以为是城的名字。拉普达人还是什么？初始半径四格，就是直径二十八格。透过增加盖亚之爪，可以增加一个半径。哇，泰雅之魂，盖亚之魂现在这么没有用啊，才一个半径而已。因为很好刷吧？对啊，所以那我给他33个盖亚之魂，应该够了吧？会不会太大、啊？会不会到时候被你拆掉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你要先算好距离哦，免得可能你倒破到家里面来。没有，我就弄远一点，我只是怕说太大。直径28，觉得差不多嘞，我来做做看喽。好，就再加上去，然后找一个长得很像草的地形嘛，不是长得像草啦，长得像岛的地形。那我直接在山上弄应该可以吧？我想，它是正着飘上去，就是你地形也要挑啦，就是不要太崎岖不平，不然你飘上去之后，你还要自己整地。那就盖亚旁边的地形感觉蛮适合的。对啊，感觉蛮都还 OK。像是我这块地也蛮平的。对啊，其实之前那个沙漠村庄附近的还蛮多平地的。比如，或者是沙漠岛，沙漠岛，那会不会一飘上去之后沙子就掉下来？算了算了，不要尝试，算了。这块也蛮平的、啊，这里应该 OK， 这个位置应该 OK， 旁边还有红石哎、欸，嗯，看一下使用方法，水应该也会上去。错，他也没说直接右键吗？好像对着正中心点右键吧。我看一下哦。那我要试哦。哎、还是你要帮我跳一下。Size， 我本来想选这里啊。啊，有个闪光给你看。Around， 哎、欸，没发亮。哦，有了。我本来想用这里啊。Use on the ground will lift an almost sphere， 一个圆形的感觉。所以你的半径是14个吗？半径24，或者是这里也可以。24，还不错啊。24哦，这两个地方那感觉这里比较适合，因为我不晓得那个红石矿飘上去会怎样，有点尴尬，我觉得。好啦，你走开，按下去。我用了，哦，开始了，你看到旁边，哎，你的飘高一点，岛开始长出来了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慢慢升呢，我的水那水，哎、欸，他没有复制水上去，因为他水之后再铺啊。欸、其实水应该是填掉了、啊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，好、酷、喔，所以看起来是 OK， 帮他加点亮光，哈，在这个晚黢黑的晚上啊，帮他加点光啊，打个光，啊，酷哦、喔，而且连最下方那个。空空的地方都被复制上去了。对，好像哇，那水这边等下会有个洞哎、欸，圆形的洞。不、嗯、哎、欸，哇，这个比自己铺好玩多了。对啊，而且其实没有说非常难。对啊，好棒哦、喔！到时候再自己修整一下就好了。你看，连矿物都复制上来了。对啊，好舒服哦、喔。所以刚好，可是它空岛没有很高啦，是还好，就还 OK 了。搞不好你再点一次，它就可以再往上飞啊！哎呦，哟，超多功能啊，壮啊！